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爱东坊是在1902年成立，到今年2022刚好是120周年。那二甲子，这个都是宣导，对吧？各位来宾，感谢各位参加我们今天台东党创党22周年倡导。各位来宾，因为我们的时间啊，地址因为到了，先各位贵宾往前入席哦。好，有些贵宾们还没有列名字，没关系，自由入座。自由入座。对中彰投的所有居民跟农民贡献卓著，包括透过将近30%的水稻、30%的果树跟60%的花卉，所有的从品种到技术研发到实际的病虫害等解决问题，台东改良场在过去120周年具体的协助所有农民这一些在实际耕种上的问题。那现在台东改良场更配合政策协助做初级加工、做冷链，来具体解决所有产销的问题。那未来，我们期待台中改良场可以在针对气候变迁对我们所有农民的影响，或者是更具体的食物面农民所遇到的病虫害问题，台中改良场都会全力的来协助所有中彰投我们农民的问题。那在这里再次的要感谢李长长带领的所有的农人，具体为中彰投农民来贡献。第一，包括520有一波，到上礼拜527、528有第二波，那它所造成的影响就是现在我们的瓜果类正在采收，所有的瓜果类就是包括西瓜、洋香瓜等。那这个以彰化跟台中，我们已经进在礼拜一公告，而且公告完之后，农民来申报，可以来地方乡镇区公所免现刊，让农民尽快取得现金之后来护耕，因为农民要希望可以赶快来整理我们的这个果园还有农田，然后尽快的护耕的时候可以提供更多的优质的蔬果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那现在北农的相关的在端午节前的所有的蔬菜水果供需都非常的稳定，都维持在非常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水准，每公斤大概平均30几块，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那我们会持续的来供应所有消费者在节庆前所需要的蔬果。邱处长也是来自学术界，那我们中兴大学在我们这里很接近哦。那我们现在的所有的科技计划里面，只要有钱就可以聘我们，不管是硕士级或博士级，甚至博士或研究。那这个部分我是希望台中厂。中间没有镜头，好，小白有没有？没啦，好，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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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